箭，瞬间百变，迅速应变，以攻防像连绵远空的线，舌边交杀，各方进战，永不间断如交战，在悬崖悬于一线，每局似火的锻炼，为免这争冠冕，凝聚到心中共建，胜利一次一次上演。也千百遍，有千百年，谁跨前疾如线，成功不远。到拉锯战，气氛会变，角色会变，而心情亦仍然源于一线。似火的锻炼，为免这争冠冕，凝聚到心中共建。